Hello， 看一下工作记录啊。今天是几号？应该是11号了。今天礼拜四了，然后我还有两组还没弄好。还有两组，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我拍的，最近拍的那个系列，就是那个秘境的 ，OK， 秘境系列，小声一点。今天湿气比较重。不知道有没有喜欢我拍的秘境系列，然后秘境系列我通常会趁休息去拍啦，我趁休假的时候去拍，然后点我尽量不要找太多啦，就是有时候精致的就把找一两个这样就好了，因为都下午去拍了，然后搭配夕阳，然后慢慢找很多金门，其实阿兵哥以前留下的据点真的是蛮多的，因为裁撤掉了嘛，以前我们没办法进去啊，现在裁撤掉了就可以发现很多很多里面 的山洞啊，然后坑道啊，然后海岸线都蛮不错看的。哎呀，现在订阅我的频道就会常常看见那些啦，然后工作纪律我会加紧拍一点，不会像之前一直狂发发这张这样子，就有时候做一下记录而已，不会一直狂发。好了，那就分享到这边了，然后休息一下，等一下要工作了。OK， 最后喜欢影片欢迎订阅我，拜拜，再见。OK， 拜拜，再见。